在宜兰乡下地方，可以常常看到很多动物昆虫，但是学生对于如何照顾爱护又了解多少呢？壮维新南国小是邀请老师到校解说相关方面的知识，而且还带来很多罕见的活体甲虫，帮小朋友上了珍贵的一课。在老师的专业解说下，新南国小的学生不但认识、看见更多外国甲虫，也了解要如何照顾、避免它们的死亡，甚至知道原来独角仙要吃的专门果冻，原来人也可以吃。你有没有看到这种甲虫？没有。很可爱。跟独角仙差在哪里？它的脚比较长，而且下面的比较短。透明的盒子呢，我们才看得到它，对不对？我们才观察得到它。你如果用一个黑色的盒子养好了，那你就什么都看不到啊，这根本就跟养一个垃圾桶一样，对不对？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们要用透明的，透明的呢才能饲养观察。我们养甲虫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观察，好，那你要观察看它的特征、它的行为，它是怎么吃东西的啊，它是怎么交配的，它是怎么走动的。因为我们人的果冻里面呢，营养是不够的，我们人的果冻里面有什么成分？糖、水、色素、香料、塑化剂，对不对？所以呢，营养成分是不够的。甲虫这个果冻呢，它除了它的糖分是加倍的以外，它里面还有添加蛋白质的成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营养。果冻你有吃过吗？没有。那现在知道果冻可以吃吗？知道，就是要用一些湿润的土。老师，我觉得它长得很像荔枝。然后要放一些木屑。然后有一个小，能不能晒太阳？不能。一点都不痛。啊，这只超级虫呢？这只超级虫，它除了是最漂亮的超级虫以外，它也是非常非常温柔的超级虫。本来会不会怕痛？还没夹之前怕怎么样？会怕痛。结果呢？结果不怕痛，有样子。来自台北的柯老师表示，宜兰拥有丰富的昆虫种类，而且随手可以亲近。所以透过分享跟体验，不但可以增加学生知识，也能灌输保育观念。来教小朋友怎么样透过发现，怎么样透过观察啊，让孩子能够对我们壮维地区这个特有的这些昆虫或者是这些自然资源呢，有更进一步认识，那进而用行动来关怀我们自己的乡土。那宜兰这边的昆虫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从平地一直到高山，像太平山啦、啊，然后像鸳鸯湖这边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昆虫，所以其实我非常喜欢宜兰。好，那今天呢，能够很有机会来这边跟各位小朋友介绍，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像这边的小朋友，他们拥有台北小朋友没有的资源，就是他们的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昆虫，但是呢，相对的小朋友其实有点可惜的是，因为他们身边有很多的昆虫，所以他们反而比较少去认真的去观察，所以我今天呢是希望借由这个课程呢，教他们说我们要如何去观察昆虫，如何去了解昆虫。那再来是，因为他们很有机会去接触昆虫，所以他们会有很有机会去饲养。那在这个饲养的过程中呢，我今天也会告诉他们说要如何去尊重生命，然后如何去爱护生命。那今天在饲养这个昆虫，它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玩具，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正确的去饲养。对，这趟特别的乡土课程不但让小朋友实际看到各类生物形态，同时培养学生更加爱护家园的自然资源。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